艺术的窗口，平潭之音的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家名片来上山，每逢春末喜庆安逢，书迷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这期名家名片赏析节目中，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评画名家顾鸿博先生以及他开讲的长篇评画《包公经典》应审郭槐。说起顾鸿博，上了年龄的老听众哈，我想应该在书场里都身临其境欣赏过他的演出。那年轻一点的书迷，我想只能在我们电书场一睹他的风采，或者是听到电台的节目哈。但不管是新书迷还是老听客，说起顾鸿博，我就都会翘起大拇指说：“哎呀，老包公的书真好听。”哎呦，我呀，你这也刚出来，包公这个三个字啦，说上去呢还是一位老听客的，已经出名的。为啥呢？因为曾经在公报上称为老包公，也就是讲你是不是个包公啊？已经深深的留了观众朋友的心目当中的。公王八对包公这个角色呢，有个相当多的依据。其实呢，历史官办的辰光是用白银都运用在白宫的身浪向。原来公文白先生看里的这个不符合白宫的身份，因为白宫里是一个文书啊，办事体应该是很细心。那么性格耿直不等于鲁莽。所以呢，所以分着两期是不是白宫这个身份？我记得你帮你上课辰光，公文白先生讲啊，又讲。不能弄包公遇到这样一个草包，要根据私人才能表现得恰当嘛。这你记记得没那个？公话呢？你说起个包公这个神不形象啊，风度、风气、幽默，一个识别偏一杀特，这最过奖。一个睡眠动作常常搭识别密切的配合，使得识搭之意比较的统一，因此呢，还获得了那包公的美誉。介绍的不错哈，很详尽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由顾鸿博先生开讲的《包公经典选回》应审郭槐。美目龙当去，神一部风从，个风，个黑人呢，各种人拿个头在堆么子上偷来偷去，妖怪。有鬼？什么鬼不鬼啊？哪里有鬼呢？挂在你都是高原路里看不见，弄在大白路里有鬼啊！少说废话，鬼鬼什么鬼？没有鬼的。就在八公楼上在布置，走吧。银柱提起擦了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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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们都别好再告诉你，哎呦谁说明白挂心里一句呀，自个心里一句拿这个老句配上去，大刀子的大力就背往里一窝子，把军长去回答去，顾北带的龙阳大人不知的，顾伟信以为真是有鬼，看上去顾伟心里头相信有鬼呀、看他说话都两样，脸色都两样，他自己子女有的话听不清楚，有的话听清楚，他是倒霉的时候恐怕有鬼来找他报仇，他还说的四代大手的人很多很多，现在倒霉了恐怕都要来找他的。将他带一揽他，哎，老先生包师兄上当当心，这到了，非要倒霉两毛不要有风吹。我来了在喝米空啊，非要过往分析我试试。龙头五毛里你阴气了，那套土米米空下起来，火的那领域大大秘密了。大过往走上。我知道了，过上真正不得，可上真正一个人大呗。虽然我手里的有句恐怖谁来寻找我去，现在叫上当面，因为当面上有威严，出了种不够上去，当面上没威严，恐怕出了更上去，好像背影的谁出了更上了，背那个风舞。发现了欧天的科技风出的丁乐的了，你哪些人上去跪下
上面的人在上，下面的人在下，下面的人挤了上面的人在这倒霉。后来那三个总统没反应，办事从来分办那些不加同音的，还上头一个人下头一个人肯定还倒霉。来松银局，银局擦浪一松，胆气内来不高兴，不高兴啊！张龙空来努力个早睡，王成阿空的一大个早睡提前呀，挂袋的一毛一毫呀，这可就乌拉拉擦拉拉消息。今第三次审问了啊！咦，后来那个人他为娘的，不拉舌头嘻嘻，忙保证有这回就包公爱憎比侬，保住了那会呀。想啥要对我来看，忙复生过苦嘛，复生过爱憎比侬子，保住阿拉那会，但对真之何去？容颜，容颜。不要堵门，用人韩老先生干嘛呀？老夫今天问，哎呀，吃在来往，在康丰府喝酒，想到你这奴才不招客工，我们怎样对得起万岁？因此里外神门。今天要用眼神问，看你招与不招。寡一族你的吃在罪来，想到是农村报答中王李亚生问，怎么寡在今朝几位子？我要去搞那用眼，我们中间的李用眼叫八对四爷，你上到嘴上那个了，韩老先生。你喝醉了吧？啊，老夫为吃醉呀、啊，呵呵，老夫人吃中美的食欲，吃到这公食欲为喝醉啊？吃中美吃到现在，为非要出几代了？那后来就门开，告诉你什么？不承认吃醉，因此我们抵着你这奴才，罪名万岁，李万圣门。用言成文，别别骗人，你要用言马上用言，有话要说明白，我这个人不能用大刑啊，一用言要死的，老夫不怕死，为国身亡，死得有从。那么你少说废话，你要用言你有用吗？好，大言自豪，话三天后没令你打银子，可他今天跟那么话要说门的用了银堂是醒回来，我没有口供，你连长大营要上大营的话，我一定要死到阴曹地府。好，一阵死下好，哎，死好子，那么阴曹地府等你，好，阴曹斩尽。后来那三应该在弄好子，是等应该办的。那三伢子的七岁子最上面当顶级用银，一用银过完这的银马落下，这的飞扬之腿，等到银马送的伤口大夫判我三伢过来打你服一部尸以后，给你想再走好一块黑个布，我过完银无力包住，不离不比扣两个洞洞，够了四个马军大致伤口落过啊的人何止你等到二相要分明吧，对李相要扣扣，李相要还不动门门口包大人二万相依我为哪里去了，阴阳急去了，龙门怎样动那王阴饶，还有两个老老五毛子起来不拉的，那么谁搞的当好的身家，假知道他们王城乌鸦们来当乌鸦们顶一王城怒进宫，怒进宫地老下的人通通在失意，
此定是九年的龙虎王爷嘉定会绑架神灵公孙出来西上绑架为啥害了你李家恐怖令儿女非要做事情因为你要女王出位包公罗宁砸了李家包公宁归着上路的那样各族女王你通通谁要寻位杀人背上的家臣杀人背上的家臣等待一些些功夫张荣耀王耀过后来了怀大人过门一刀阴阳镜看上去非常相信他是死了现在从阴阳镜进的泥王镜阴阳告诉泥王告诉斗宁内进的八军哥哥首领武器一个都不顾意的杀人地高浪出帮就杀人地孤娃的人民孤娃的人民要气得飞过莫过养会愚人谁个不必修草匍匐挖心要二十个人民这是我杀不来的怂啊等等都在试一下大高不够以内个种子期地高浪分量在怂的一环啊过往的阴阳高浪信主嘞等哪次为了清少离记得为了大理由等到老下因此眼睛张开了直播里的老黑韩老先生你是厉害马上用心顾问刘死你刚才说的话不能忘你要脸上大行内劲张开的哇发了你都到了内劲把扫地捆门的你撤合你都过你这天机擦了哇死了当年死期内也把我们操的那个巨猴啊个巨猴阿是真的呢我的一个巨猴阿姨呢一个这个名堂叫林你往从荒郊里向鲁豫提上口口一想上鲁豫鲁豫记他们的不个林各位大一林啊发一个是神长我往如果你进得懂于里进得上于努力说过弟子干了个亏你下差了哪里里但是这个地窑这个后啊啊当路都是俺别别路还会动了动动了动跟那军老师告诉你些个咱们带动告出来你在谁那个老局哎呀我真的死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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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我以为西的大英隐瞒了想西个西事扣了你神女了脑袋而且西高了听人讲起来是李某他是二个大子弟我们不可以过身为一大女友哪个女美金张开的私密一口不这口的革命一块碑叫乌家杀哎呀过江乌家啥的应该个同门了那个总得是荒地师郎下我来跟着过一出你的偶为俺的眼开了可是偶个人死了让倒霉了可是你都被黑了哇啦哇啦黑非要农文黑出去不神意分析讲好什么你想起这个人死高上死高到忙着乌家那最高那么科技怪门怪挂江我为了怪门怪哪里了好色进怪门怪一进怪门怪嘛我为佛祖养着你到深门谷空让你得谁啊不然坚持七条心往真怪门怪那两大就说一句搭档等着搭档进门刚刚刚刚刚刚开咦挂下了应该个门不输的一抬头开的哦你为了你居了寡妇的养该你要是比道应该个土民门不归的谁比双中光来还来的
最顶起最顶不记不牢，这听这个门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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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哈，最过来拉撒拉西拉不开，你大爷拉你去的，怪不到杨家的人死了下来不能回去，谁走来不能住几个住独门门，怪子不开个错开他离婚，他的偶下去因此忙着离下来的死高浪下，阴饶地府从来没有来过分来信，说你们一见来个呢最理想的城最努力的楼呢，不晓得必要要必当的一点楼了，使人好当家才是破这个政策了，在那背出来咣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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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针嘴里保姆嘴里腾出来一个香口一个牙叉子，个破日破灯就昏了，浑身不着啥不着啥，使一只左左盖盖身上皮肤三三青，眉毛的红的头发的红的，一部钢锉一根犁料一块犁头把，还让大烟各位鬼魂在哪里，各位鬼魂在哪里呀，我一听是大龙哦，好说搞你想来啊来子打地上的打不打不就头面门门关他子拉不开，往这时候到你走这个小区鸡高了分量再说，打过来往你屁股上当一家理料地进汤套老婆刚出当一直怎样不晓得是高哎，这个货长的破日破灯的魂挂一口给他的应该个杂念，我当是谁原来是小鬼呀、啊、小菊在那科技小菊叫小菊呀、啊、刚出了那的米空了两笔一号一下发叫小菊小鬼大老一小菊先叫我小车来小菊我就把头了要从那份听进去小鬼大老矣，各位鬼魂出到阴饶地府，不懂阴饶地府的规矩，总要小鬼大老矣招应一遍。我各位的鬼魂呀，你要过一招应，一岁不但，只要上去定得好去呀。我应该要运动飞个。吃了专门聚会，哎呀，我刚刚来呀，是我们杨家的四大头的，所以听酒朋友分享的，我死得眼巴浪的，啊，那个个就是直播里讲出来，包动人欧弟弟的人怕不知机会，你在脑子里动一动，让他助你的，马上要病倒，马上你不得了，那直播里说的话就是思想，你自家说死得眼巴浪。那么说明那相信系的眼巴浪待等杨戬画了下来都孝敬一点你小鬼大老爷呀，阴长地缝千长不走万七长不走，基本上几点不好吃你要与我走啊走啊，通知一帮子挂上应该故事比杨该故事难吃，跟应该故事上的小菊是杨兄弟，我得了杨该不过那里头卖凶的子，根子里养个皮牛了嘛，这回就红光卖到哪里来的？挂上的是少年伙子，一马嘛接落石膏，但不是大石膏，接落石膏，哎呦，接落石膏了嘛，八字分不上上。买来放了几灵动了，我杨丽清的，我有我母生的在哪里？我有的辐射，我的没那忙，我的大金那个锁档子，空个位置上像宽里面一手一摆锁，挂用的了。给摆锁敲我几位不给再来一摆，那应该锁个米的，十来个米的，其实是深套。刷客居的人我也不生当不理解都一样欧个呀，那生个呀不是冲击个呀，
老高位还提神的呀，个小猪也要吃了呀，那夫妻们的牌子呢给得当啊。那么呢同意我们要下手，那我细致哪里同意我们呢？我叫你在家什么细致不要吃，那口老祖宗呀清明节把两个青豆子里吃吃呀，结果分吃呀，还是我娘打他的呀，这个是不办法的呀。咱那个根本是分人家的同意我生的也不是充饥的，那么挂一门子上个大的要打的吃的小区外面的阴阳规矩养该是我那个人才要打吃的协作，上个儿子有上个巨大，上个老师有上个巨大，你是分得清清爽爽，挂住你的欧米诺吧，我在哈菲亚来打，哎，等一等这口就来个最句大致不上你们打了，一来来个四句还大致不上你们打了，总是个打的就是挂不打，最色三七你的母女五大七杀大队小队逢上莫背，这个人也不离口口，因为你地址是让你讲是了永福拉相西，这样给妖精的事了，各种非妖精的我努力打打他拉打子，挂一口你的厨房都在打光子，虽然我分到了小鬼大佬，我为什么没有人带我走呢？我奶喝你不用打我罪，是那样的你我法治我不能打那把的，等你等来个阴阳谱，那那个小军你都不用出路商量，这名单叫巨石巨恶巨商量，阴阳谱不商量之把把子，那么小军打你是大带孤为贵贵而空人看的阴阳老矣，心来俗话你王法治明南归义将来对战你王帝，你的养鸡做得好事啊，连了养鸡做我自己做得好，把个人不能搞最牛大的你王归着我来送到你王帝，与地府富裕为啥王死人理想死的来水你个欲望举不知其手，不知哪位心里相信王死人你的右句下的那经常归问道，因此王死人帮冲开可被右句谁了捞出来行呢，行着了捞了那个人不能当你王的，要不能的右句私密暴露为了个法治那还是咋的了，过是我已经死掉死之外死死之在死我来当人一人体育，但是体育外死刚刚你们我都服了呀，当着十八人体育要死十八次，你已经外分到体育了，有鬼当中两公女鬼在这里哇，哪里这两个女鬼，一个叫红松兰，一个叫空人女烟，当我这个两个名字当时是在哭里废了，挂听起红松兰是一个什么人为女的呀啊，对于这个理念为了扔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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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松兰小鸡还在阴招地府啊，你在阳气干得好事，将红松来小姐怎样糟蹋，你不肯失身于你，连奴隶一丝所费都分过，哪个用四杂定奴隶定杀，定杀之内是你者你为不可无，随着你不肯失身不美，你怀恨在心，生拉想为奴隶，容不下众妻子，因此是由来各个阴了。你往家里养该地太，你谁你那夫妻呀，他们应该等的。现在得心的来子，你哪非要报罪呢？客人女那家的没爱他子，客人女是由来想娶他子，功劳蛮大，还不肯到养该地太，还让你应该等的。因此大子分不少少，可被又问个贵呀、啊，又句啊，谁要来寻他呢？
因此你往这个草子告诉我，我既告了分量送啊，非一口气绑着了了，我万不白发，因此你这海人的鬼魂判这万哎呀，姑王下那么无情，姑王下是我来说十干套一个，在自家想想，是的农村里的人是多的，哦，谁了王氏人的灯笼，我牛是个那喊不报应不报应，牛来的都谁了灯笼来迟了来报谁了，红什么来下叫，你加上眼睛们的在哭泣了了。睡了老眼睛们的各位小家面孔漂亮，谁是我奋打那目的，你身体不失身于我，跟你想心里想唯一的不开心，一代人光养这个长的不孝，应该没无法供，应该才晓得给那给那上当的上那个了，时间可以走完，我你打出来吃不吃那个给你一个老套老老睡着，这杨戬从来怪我去中发烧风送香的不知一分文挂下用得了懂你也不要给我把杨戬不好来俺不敢落这吃点失落吧，要想勾起这么小军我你再不着了是哪个个好吃的，哪个大致应该来为他比你好啊，来听听小同的各个所以前的杨戬的事情才忘记的孤孤零零。你如果问起来来杨戬走地上来一切各个所来随时回答不成，那么那是第二回啊当日第一用。那我苦那个人为好因此提醒呢发出的到杨戬去地摊吃满葡萄，这个叫问葡萄。瞒不到一切应该是去忘记的，到杨戬去送人，这上那后来自家努力不懂。那到这挨打来是要吃这个问不到的，杨戬是去忘记的。啊，这个老大哥哥，你不是好人。阿郎是叫上那个道，一切吃是无忌的。你王爷问我，我回答不出，比吊鬼要活着地狱的。走啊，走啊！这可就门前的一个人，大两两刀背的两小壮贼。再过去门前的小军，啪啦一个跟头翻，你知道吗？两小军奔过去，抓抓老子，碰举起来，挂脑壳。这后期地道地狱比那下一张泥娃的。我给你猛称地道上会长就插锁出门个血当铺。妈哟。怪下我们两个平时经济是谁应该以地道谁。是你地道谁小鬼大佬。这个人犯的什么罪？是杨戬福不作福寿不畏，为什么问计导致苦呢？这个就是我提问了，在你王门里不肯吃不肯招，因此问计导致苦，那么为什么他不说呢？死也死了，来来什么杨戬做的是云道地府情人知道，还要地来来什么呢？是你的妻子哥哥问不到呢，要想是想来想去想不成，哎呀国家危险啊，够远去分钱妻子嘛还是让我想来想去想不成，才让人一让子当真，这个是一人一人让吐的，努力打工来分不上什么是我分你的上雨沟啊，白虎林子啊，雪无日啊，多么叫啊，盖子里盖啊，我就成啊，磨子里气啊，成长跟他成啊，众说是哪里哟、哦？那个我才不是，挂那挂相信的，你想一年肥子在水要打个中燃火器，肥的我负责，给你想总归我一文字。到了北洋上，可见血无日了，血无日的才是女人，
上身在服装上在最难让死的。过往在阿位年王农发的血五十七个，但谁是女人呢？都没有一起的，跟出来氛围合个呀，跟心里屈服过，做出来个年头才是不灵的那些。总是为阴宅，要龙庄部再个把你看看个，该子里不必杀两个人，这两个本质讲的本质杀牌。关门杀的是掩盖本质杀的，你都分析的应该的神要杀叫杀的。就那个人光小就打这里保啊，倒到一个人我把他当门一回小就带你上西路要跪着夫人下。小鬼打来干什么？是那副国道阴风一人又归来了，司命郎包围，再一又归包围到这种人，包围到不得了，那一代表象过娃娃都不开口，这个才是势力的声音。等他的门一关门，老弟四十步风冲的爆好了。过娃这听见老弟风雨，两个女鬼，两个女鬼，大腿发发烧烧啊！哦，那心脏过娃，我势力在顶住了，心不饶。难道只应该为心不饶个呢？现在子你们谁要闹得你两个呀、这听你老弟两句祷告，姐，真娘姑回来了，这人不大，是啊，这人大定要分门之功弄的，为什么这样狠心？嘿，这人呀，寡个人来让你想发对。光复的女王要高不小局，不能把那个白幼局，把那个白幼局不得了了，心里要让急了，不晓得奥摩亚晒的风冲落的小局啥也危险呀、危险的不得了，绑着了老子的武器，我做不知自己，你等在阳间干得好时间，老你打过来吗？打这一路呀，这听见金金拱个金金拱，当当个起当起当，咔咔扑咔咔咔扑咔扑咔，热忙的啦。小区大理是树在壁上，迎接大官人来了。应该个大官人，两个个大忠良，寡女娃们后期立即包裹塞发丝，后拉拉拉浪哭。客厅上，上面包着个刀，七三之罪，官家李耀生门，李耀生门，官家李勇大人，李勇大人，过往是你的人马了，你大一个谁是？可他今年是四岁分离，皇帝公主诺你一大两头，是后来你王是你等的杨家子大官人，因此派高升高的，撤动我们杨家的太去了，报何子啊！瓜山你多还是一个我牛身都身份瓜也老的比如你都是得比我吃风的高升高的养给的好你我老老不老空心里拉住你的这个老老大一定的包括你在后期口口你你的后期呀后期呀那个中共的来得好哪里哭得如果呢不晓得后来了本子可不这个逼那家一出闪灵爆了老子的口气出闪灵越想越有越想越有一想我十三个想要弄个中老局子第二年十年一走了孤娃相信着给弟子弟媳妇母亲那么努力大让你往里下去打到你往里让来回答你靠大人的佛气没有传播机会故为显一伪证请大人审问请到您审问退一下可是要叫我来领阿七虚心与张龙家王家母四个把证本的七杀要挪过阿大道来哪里的你王李老将三人的第一人家龙的第二任后仆的第三任女王的女王的是生龙八地给你一个手给你一个恶女王的能力上公公的
两只骨头，一只手骨，一只腰骨，红土呢，一股子大袋子，只要你敢说话，两毛被拉开的，我都看不清，上头可以最动的。龙虎王娘，你往什么的当中后你就是大好后来了手铺骨留了你往不比心里浪接过来去工作地这样发展立不动了第五来铺骨第三是受伤名单离起来的还没胖要把我本子一阵对后来了哥哥我比你吃力你比我下雨龙虎王爷可个香药龙都是安全的那些后铺被叫上后铺吃狼子后铺要治不力喷后铁马令官自的三命官爷元帅戏完的命无根坚持咱问破并不留人到我天的命我喊疼个不收子我来不治不了后当这个真功夫啊刚好叫方我来西在那个后夫许腾就是用自求的威胁的你慌啊以来哈喷的话有啥迷子比较暴喜天神阳情过为过一魂一道燕赵地府来呀、将国位归文带着让天来我挂归文带让你来那是啥张龙耀王耀马海刚产一只这厉害了了打到大挂的染货一个雨声是个染货国位归文你王法治要带上了过来一口的第二次两年将将一股子大了也在五子四根不现在张龙家王家母你也分人的你空了他的手把他来因此努力大当了那么身份人要招出去一口好，观众朋友，这期的名家名篇赏析到这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那么呢，节目结束之前呢，王磊啊，也感谢我们广大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一个好消息，位于平江路中山巷的中国收水平台博物馆的平博书上呢，因为年底新春马上就要诞辰，所以呢，想方设法安排了好几张的会书。哦，有啥个内容呢？我个的意愿。才是卷皮露面，像与潘周强、罗玉欧、葛文才、施小华、陈玉玲、马先军，张文才、张文柔、朱一发、追天来、韦少张华、徐庆、杨振、张人民等等，这些演员呢，当年才是叱咤风云，时代浪向相当的受观众欢迎。种种原因，有我做领导者，有我们做老师者，有我们做推选者，但是呢，你都唱得好，演得好，说得好，所以呢，这个一次并不是让努力都集中了一台。老郎一个这个三十一他是两个一两三为你抽一单你抽句谁中期呢为大家做几单为师可是在没奶的个我想大家肯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啊巨笔龙迷这个地域那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联系电话呢这个订票电话是6-7273-741哦6-7273-741好观众朋友们记下来了吗大家错过机会啊好了，这期节目到这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那么我最同意是这个名家名片上圣诞节为大家安排的是张建鼎先生的周菜，欢迎大家带荣光随口。好，观众朋友们，再见。